有一张卡片分别印上55678888，然后现在任取其中四张排成一个四位数，问共可排成多少个四位数？我其实只有五六七八四个不同的号码罢了，我其实只有这一个五六七八这四个不同的号码，五六七八，然后这一边它就其实它是4C4，然后再乘以486。OK，我这一边的排位呢，它这一个就是4321，24个选择。然后我拿两个相同，就是两个五或者是两个八，所以这一个呢是五或者是八，OK，就两个选其中一个。然后两个五之后呢，六七八里面呢，我就有三个号码要选另外的两个出来，3C2，或者是我拿两个八，然后五六七的选其中两个出来。然后过后呢，它就四 factorial 除二 factorial，除二 factorial，四 factorial 是四个的那个排法嘛，然后除二 factorial 是因为它二同在它的那个下面，然后如果我两个同的乘二，就是说我的五跟八我两个都选了21，OK，所以5588呢，这一个时候呢，它是四 factorial 除二 factorial 二 factorial，所以它是二同了两次，所以除二同除二同，四 factorial 除二 factorial 除二 factorial，所以它有六个选择。然后我三个同了就是我八，然后过后呢，三个同就是说我三个都是八，然后过后呢，我的这个五六 G 里面三个选一个，然后再来四 factorial 除三 factorial，然后我这一边就3×42。所以24+7+2+6+12的时候呢，我会拿到114，OK，114。